买一块地买个房子嘛。太平岛呢不但隶属高雄旗津，连内政部都有明定公告限值跟公告地价来的。依照内政部的资料呢，太平岛的公告限值每一平方公尺800块，所以房仲业者就算一算太平岛的限值总价大概就有4亿，土地都有地价了，怎么会不是岛呢？当地的里长啊一听到这个南海判决出炉之后，气到都困不起，打电话给当地的指挥官来关切，但是一问到主权问题，军方就不讲了。我已经两日两暝无困来。好啦，我遮吼血拢正常啦。一想到太平岛在国际上被矮化成礁，李想气的打给常住在岛上的指挥官，但只要话题牵扯到南海主权，军方态度转为低调。你跟我们的上级单位去查询了，我们一概都对外发言哦，谢谢。主权争议太敏感，军方避谈，但太平岛本就隶属在高雄市旗津区中心里，就连内政部都有公告限值跟地价。太平岛不但有人涉及，还有公告地价。依照目前公告的土地限值，每平方公米为800元，换算面积，目前的土地限值太平岛就有4亿。不仅太平岛有公告地价，就连钓鱼台都有。太平岛值多少？公告地价算给你看。依照内政部公告限值，太平岛每平方公尺800元，钓鱼台每平方公尺240块。公告地价部分，太平岛每平方公尺120元，钓鱼台每平方公尺81块。粗估太平岛限值就有4亿元。太平岛无论是公告限值跟地价，单价都比钓鱼台高。地震人员私下透露，太平岛的战略位置也是评估价格的考量之一。太是挂迄个军港甲迄个海船的气压富裕啦，嘛是甲流池一样。买有价税啊，是安怎咱开火车交？我感觉这个国际哦，是来对咱台湾足不公平。李长怒指国际判决不公，因为太平岛从1979年起就归属在高雄旗津，内政部每年都有公开的限值跟地价，资料透明公开。南海仲裁矮化太平岛，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。记者黄佩如高雄报道。